个细路仔叫做灰马富起来嘅，做一部分人富起来，冇彩迹喎，全部新马。四号仔系 3.6 倍，都好多飞噶。单位数字咧，隔晚系四号、五号、八号。嗰啲 tips 咧，睇翻啲各报章啲 tips 都聚埋喺只八号嗰度。唔知系得唔得嘅话，唔知嘅话，初初跑其实呢一马都准备得几好，系咪啊？跑一千直路，有晒肌肉咁啊！一号仔马特峰。睇马啦，冇乜用啊！真系跑过先知道。跑新马一号马特峰，反而睇下啲试习有冇成绩啊！试习咧就系八号有准备，而且几好。就嗰只叫做奖金太少，又第出闸第二试习第二。但是这些tips界的马评家全部聚在这八号那里，不知道是不是有风呢？不知道，现在看看 Jenny 选什么。一号仔马特峰霍宏星，二号最佳拍档蔡明少，档位呢就是四号八号几好，最佳拍档二十倍五鹏志，仔唔识啊，真系呢啲嘛。二号仔蔡明少最佳拍档新马得唔得噶？啲蔡明少啊，蔡明少上季试过赢过两次新马，我睇马经噶咋。三号好劲力。操练好似悠闲咗啲，只系试过一次闸啫，即系唔够人哋咁勤力嘅啫。三号仔，三号仔比较骑噶，班德礼四档，五号马叫泰怡允，泰怡允，哇！啲马名好似好特别咁啊，泰啊泰合金个泰，但系佢系话可以泰怡允钱啊，泰怡允五号灰马。呢只浅灰啲，四号深灰啲，五号仔系何泽耀，何泽耀马房就新马初出赢有纪录噶呢个吓。即系方家柏啲新马初出系有纪录赢过噶，真系。试习好又成绩好嘅咧，就系八号、四号。六号仔叫奖金太少，哇！抱怨奖金太少，奖金太少，唔系奖金大少，唔系太少，奖金大少。周俊乐五档，试过试习第二名，即系四号、六号、八号啊！我以为奖金太少添，奖金大少。七号时时利高，时时利高就系试习最近近咗啲，但系未赢到出嚟，即系有试习啦，即系有准备啦。好似只四号个身准备得几好，睇埋只八号仔先。八号加应掌声。20元大热门，输咗好多藉口。我啱啱跑就唔识跑都得噶，真系。咁但系几好啊？呢只马真系。试习成绩好啊！呢只。Jenny 要八号、六号，我要八号、四号。我要呢只，而家影住呢只绿色就蓝色衫。布文排个七档，即系排喺阿潘顿隔篱位。四号
一号仔咧就叫做马特峰，二号就叫最佳拍档，系排队咁啊。跟住啊，跟住只白马，跟住只仪仗马去啊。三号红衫，几好啊，几听话啲马。五号仔呢只灰马，几只灰马喎、啊，真系。四号又系灰马，一号四号又系灰，五号五号又系灰，一号又灰灰地咁样。黄之康要八号四号，五号。六号有粒星，奖金大笑，唔系奖金太少啊，奖金大笑。六号就周俊乐，好多年前咧，成日都系第一场跑新马嘅，即系等啲人星期六啊，通常嗰阵时多数星期六跑，咁等你收咗工唔使赶啦，星期六翻半昼咁去到马场。就跑完新马啦，咁开始第二场啦，入即系入正题啦，咁讲啊。七号仔，时事利高，黄色衫。八号就两岁，蚀底啲嘅啫，即系七号八号系蚀底啲嘅，两岁。一二三四五六就系三岁。就八号都几好嘅，八号得后装有肌肉啦。是超色啊，忙于买马啦，就嚟飞啊！啊，头场嘅新马赛即将都上演啦，1000米嘅直路，咁啊有八只马涉八只马系参与嘅，热门马啦呢只嘉应掌声啊，18蚊。等埋呢一匹马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投场，再次新马1000直路，准备大言气败。哎呀，嗰只嘉应掌声啊，喺闸入边啊，坐咗喺度，骑师冇事嘅。第一时间，哇，大件事啊！大热门有意外喎、啊，跪咗喺度，起唔到身喎、啊，影响好大喎、啊，咁样啊！不够经验的马这样搞一搞，不跑了，不如孭咁多飞走晒出来啊！而家八号仔，哇，真系万众瞩目啊！真系1.6，唔好跑啦，解鞍啦，好啦。唔跑咁啊好啦，咁啊好啦。而家四号变咗大热门，氹翻出嚟嘅。而咁样打窒咗潘顿喎，第一场啊。睇下其他马点先，富喜来就未入，好似都想氹翻晒出嚟咁喎。因为大热门啊嗰只啊。嗯。佢而家得翻两只红格，就系四号、五号。而家好多马输咗，有藉口噶啦，真系唔好赌啊！就嘛。而家四号1.9，位置1.0，褪翻晒出嚟，即系俾啲时间你投注啊。其实又唔需要咁嘅啫嘛，大部分马都入咗去噶啦。我一只马退出，咁咪第啲咪跑咯。啲钱系最紧要嘅，可能。今晚入闸马特峰太易稳，跟住好劲力。点最后入闸系呢场赛事嘅暂时大热门，富喜来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头场赛事新马1000直路，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，大家都算系平排出闸啊。红衫嗰只好劲力咧，就稍为慢少少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呢只咧马特峰快，中间系奖金大笑啊。咁啊，第三位咧就太易稳啦，外栏第四，咁啊就系嗰只富喜来啦。中间红衫大约尾三到啦，好劲力啦，黄衫时时利高啊，暂时殿后系嗰只最佳拍档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咁啊前面放头啊马系呢只奖金大笑啊，马特峰啊拍住佢啦，太易稳第三，外栏第四，四号嗰只啊就系呢只富喜来啊，后边噶嘛好劲力啦。
時時利高啦，咁啊包咗落尾，係嗰只最佳拍檔嚟嘅。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嘛，仲係外欄位置，獎金大笑啊！埋邊太易揾咧，就拍咗上嚟追佢噶啦。咁啊第三位嘅嘛，仲係富起來啦，後多浸嘅嘛，仲係好勁力啊！最後一百米啦，太易揾就已經將後邊嘅對手拋甩咗，而贏出今季首場嘅新馬賽啊！富起來衝上嚟跑第二，咁啊第三名獎金大笑啦，咁啊第四名咧係嗰只好勁力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太易稳咁啊出闸都正常啦，跟手一个比较前列嘅位置，咁啊而将富起来咁啊抛甩咗而赢马，咁啊第三名嘅马放咗喺前面走啦，系奖金大笑。第四名咁啊就即系啲热门 Q 翻嚟两只灰马，五号、四号，最后四号、五号系热门嚟噶嘛？六号周俊乐第三 ，Jenny 姐拣六号。大熱 Q 啊！呢場退出咗一隻大熱門，而家變翻一隻大熱門出嚟。太易揾五號仔睇點跑，好悠閒啊！啲馬跑得。咁啊，見到呢只深灰色嘅呢只布紋，原本喺第四名嘅。咁就喺一扎马之间拣个位冲上嚟，何泽尧已经喺前边啦，周俊乐喺埋栏，系呢三只马跑，后边啲马都唔系好识跑咁，追唔到嘅啫，五号走甩咗，后上报埋呢只马有少少走势，可能跑长少少会好啲。好，全部十蚊买 WinPay 啲，得翻十蚊。冇人估到噶呢啲啊，真系。临场跪低就退出咗只八号。